人气女团 BLACKPINK 近日迎来六周年纪念日，并宣布将推出先行曲 Pink Velvet。 时隔两年的回归让全球粉丝超兴奋，此外官方也释出了一系列个人预告照，率先公开全员造型，瞬间吸引网友目光。只见激素超杀眼神望穿镜头， Jennie 则穿上前卫低胸装， Rosé 的一头浅金发被染得更加灰白，全员气场全开，美貌依旧。但最让大家惊喜的还是 Lisa 的新造型，常以刘海造型示人的她这次回归额前门户大开，还将一头金发染成粉棕色，五官显得更加立体，许多粉丝几乎认不出来，并给予一面倒的好评，绝美模样惊艳全网。